下面我们的挑战助演社员是孟子义，另外我们还有一位这个演出者是郭成。我们要考验的顺序是大勋和老秦。首先大勋来啊。好，是这样的，我说一下这个情境。大勋，你在小卖部买 水，然后你的女朋友在路边等你，你结完账的时候发现有爱慕者来加你女朋友的微信，这时候为了宣示主权你会怎么做？这个考验的是你哦，子怡啊。哦，好，恢复一下心跳。好，来了。你在小卖部买水，你的女朋友在路边等你，你结完账的时候发现有爱慕者来加她的微信了。这爱慕者回，你还知道她男朋友在哈？今天天气不错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我不认识你。为了宣示主权，此时你会。喂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这有点事儿。哎，你不想交个朋友吗？跟你交加一下她男朋友吧，加一下她男朋友吧。以后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会及时告诉你的啊。这个帅，这个帅，挺帅的，挺帅的。好，来，你就给我整110了，就啥呀？你就给我整110啊！大勋的表演让子义想报警。好，老秦上场。老秦给我放大招，老秦给我整大招，来一个200，厉害的，来，给我整点大招，老秦。哎呦，你站起来。我站起来。站这儿等。为什么？你就站起来，站这儿等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你就听着吧，你就站这儿，你就站着。要求他配合演出，要你对。你去给你女朋友买水，她在路边等你的时候，有个爱慕者过来加她的微信。我郭成啊，咱有点像偷东西的，偷东西的。哎妈！哎呀，这么巧啊！你好。这么巧。既然这么巧了，加你个微信吧。嗯，不好意思。为了宣示主权，这个时候你会。哇，帅，喜欢他很久了哈。我看出来哈，长得是美的。瘦的，漂亮的，但是啊，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。35，135。哇！可以。哇！最高啊，最高。那么经过最后的比拼，这一轮呢，双方打成平局。既然平了，作为社长呢，我特意准备了一份惊喜，然后来慰劳大家。是的，我和大勋哥一起去探店了，然后去必胜客帮大家找了很多的美食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吧。来。哇，这环境真不错啊。来吧，那就开点吧。这个和这个再来个双拼的吧。双拼。哎呦，太丰盛了，他们家的披萨特别香。哇，你看，哎，他们家这个用料好丰富，还能拉丝儿，你看。哦，真的，现剪现做，超级好吃。哎，我们一会儿选两款带回去给你们尝尝，好吧？哪几款？咱们要不要玩个游戏？一会儿玩你最喜欢玩的3、2、1，看这边吧。赢了呢就吃一口，然后可以把那款披萨带回去给他们一起吃。好，对吧？好。3、2、1，看这边。好。对。3、2、1，看这边。大家这样不都吃完了吗？嗯。要不咱们其实把这些都打包给他们，够豪爽。那我们就全部打包。所以我们就全部打包回来了，来吧来吧，
这个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口味，来，大家可以品尝一下。这个吃披萨还得吃必胜客。嗯，下一把呢，来我们的团披萨广告，刚好诱人，看着，嗯，好好吃啊。你别说啊，魏哥哥，你人还怪好的嘞。快尝尝这款爆浆榴莲披萨，都是现点现做的，热的口感最好。他们家的和牛超级至尊披萨也超好吃，特别香，要不要大家一起尝尝？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分徽章，因为这次大家的平局，所以呢我们一共会有20个徽章平均的给到大家，那么请两位社长来安排顺序。我们俩必须得有，我俩必须有一个人先进，因为我俩空袋。不行，我要让小丁先进，你给我起开。我看他能留多少个。他第一，你第二。行，弟弟让哥哥玩玩，弟弟让哥哥摸摸那个币子。他们仨一伙了，下面谁？我。哎妈，你等一下，你有问题。老先进吧。啊，老先进，快点。那你没了，那你完了。对不起了，来，我们公布一下呗。哇，子怡这边非常的精彩。对呀，丁程鑫怎么就又第一个进了？完了，你们这分崩离析了。弟弟第一个进去之后，就用手比了第一排。我说哦，你就拿这排是吧？他不，对吗？这一列给他们留着。可以可以，我就剩这一排。是吧？挺好的。我拿这么多都投给你的，你不想骗我？我不会，我很信任你的，相信我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是大家的目前的这个徽章数量又有了变化，请两位社长站到前面来，我们继续选择队伍。孟子一快把这四个人得罪完了都。别这样。来，准备，开始选择。我走了。我端水端得这么好，不会还有人想离开我这个队伍吧？三，快来，没事，他会的，最后会有的。对对对，最后会有的。一，时间到。我真被拽过去的，弟弟是被硬拽过去的。现在由大勋来进行反选，你最多只能留下四个队员。那我肯定还先要我们之前的这几位，这三位我们念念相忘的。后面三个，后面三个，把我们仨踢回来。你再把迪哥选回去，再把我仨踢回来。小丁来，你先回去，你再给我卧底一会儿。卧你个头！我坚持住，给我，你把我弄回去算了，还把我什么卧底说给人听？不是，主要是我觉得现在剩的这三个都是卧底。今天这期没有卧底。